100多万，你的客人开4000多公里，成交大概100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文明。今天呢，我又来到这个意图使人花钱的这个车行啊，因为这个老板说今天又有好车要我来看一下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就请老板来出来帮我们介绍一下。哎，老板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国昌 David。老板，请问今天有什么好车？我今天要分享给文明这一台特别的车子， 120 M Sport 的 Sportline。我们在没有介绍之前，我特别跟所有的好朋友分享一下， okay. 这台车目前是同级车里面后轮驱动的车子，是一台很错的 BMW 的120。文明，告诉你已经。有新的车主捷途先登了，但是已经卖掉了。对，所以我还是要让你来了解这台车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所以我们这一集是单纯分享了这部车，好不好？对对对 ，OK。那我们现在就从外观开始看起好了，看这个120 M Sport 跟一般的120有什么不一样好了。我们先从外观开始讲起。那这台车整个大包的部分、车头的部分，它是熏黑的啊。一般的一系列没有这个 Shadow Edition 的，是这叫做暗黑色，对，暗夜套件。所以它整个就变成对，然后它。它的大巴的部分就是说它的线条感觉是比较流线一点的，特别在这个进气的部分比较大一点。那这台车它是 2.0 的，它是四缸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侧边有什么不一样。它不是一般的一系列的钢圈，钢圈是225418 N Block， 所以它的钢圈的旁边有一个 N 的 logo。 然后照镜的部分它有电折 N 的标志 Telesco。 看一下它的屁股，它的尾灯的造型也不一样，它是熏黑的尾灯，传输的排气管。那你特别看一下轮胎，它的贴地面积是特别的大，抓地力是比较够的，而且扁平比是比较低的。尾箱的部分它是有它的功能性的，它的椅子是46分离可以放倒的，它这个一个扣环，你这个按下去就可以，对，从这个地方64分离，很轻松。我以为一系列很小，其实不小。你们看这个后面这个空间，我觉得放4-5个行李箱可能没有问题。阿敏，我试一下，我可以把它躺在里面。你看这个，看到我的真的、這個、我的距离，我的身高，其实它是很容易收纳的。对。面的座椅，以我的高度，我这样坐起来，170公分，号称170公分，但是我的还有两个天头的距离，可以让乘坐的人很舒服。好，那我们请老板来带我们看一下内装到底是长什么样子。好，是的，好朋友，我们现在就来分享一下内装的感觉。现在的天色有点暗，但是今天下雨天，没关系。我想在分享这个车子是最棒的时候。我太难了。我现在自己坐进这部车哦，这个氛围哦，真的很像新车。你看，完全哦都没有。完全没有擦伤痕迹，这个都跟新车一样。这个座椅的部分它是麂皮的，这个感觉是非常好的，很棒的。那另外它有一个特别的部分，它就是可以拉开来，拉开来以后，因为长途的时候你的大腿就会觉得比较舒服一点。那另外它这个座椅其实它是麂皮防滑的，所以你在坐上去的时候，它的背的裹护性特别好。哎，老板，这个方向盘跟一般的一系列好像长得不太一样哎。这个方向盘 Sportline 才有，它是真皮，它的握感是非常扎实。当你在高速行驶的时候，它是非常的稳的啊，而且它的握感非常棒。还有加一个序列式排挡的部分 ，Mark 是很明显的。它有多功能方向盘，在定速的部分或者是在收听电话的时候，它的功能切换其实是非常顺畅的。你只要看着前面，你的手随时都可以去找到你想要的一个模式。它是8.8寸的萤幕，我们如果要升级的话，是可以再升级的。它是 iDrive 功能就已经是非常完整。在座舱管理系统的部分，你可以看得到 Media Menu 多媒体的部分、蓝牙的部分。而且这部车它整个氛围我觉得很好，因为它是我喜欢的黑顶棚。欸，老板，那我很好奇，这部车像新车一样，新车售价是多少钱？这个新车定价是180万，你的客人开4000多公里，成交大概130万上下。啊？这样子马上省了46万油哎，当然，哎，绝对是是开4000公里，那我们原厂保固还享有吧？3年的保固，哦，所以还在保固内，所以有问题就回原厂 OK 吧？对对对，哎，所以我买下这部车，省下46万，可以带家人出国，哎，好像也不错哎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46万可以加油加几桶，台湾可以绕好几圈的，这样物超所值哎，我觉得 TP 值超级高，是没错。OK， 好，那今天很谢谢大家收看我们节目，那如果有喜欢我们频道的话，帮我们订阅、追踪、按分析。车买车或是卖车的话，可以找的曾老板。你害羞不敢打过来找曾老板的话，你也可以来影片下方留言，那也欢迎你随时来店里，我们 OK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